今天要跟我们学校的华语辩论队一起去参加一个训练营，稍微就是用姿态来体现他很荒谬啊！对，谢谢我的，谢谢。如果两方都论的。现在是周六早上的8:30左右，然后我现在在火车上，今天要跟我们学校的华语辩论队一起去参加一个训练营，然后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剑桥大学。这个活动呢会为期2天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会住在剑桥，然后明天呢我还要上场打场小比赛啊、那最让我这个奇葩说粉丝就惊喜的是，这次陈永开会过来给我们做讲座，希望能要到张签名什么的吧。特地给你出道了吗？我出道了，请大家以后在2020年1月份观看 Softcore 为大家带来的《怪物猎人：冰岩》全集，全程攻略视频。这段会消音，会消音。有例子，通常我们在设计问题的时候，怎么样可以确保那个问题就是他最难，就是去经营逃避呢？他五星级饭店里面，你觉得他的爱情是最美的？我吃的那个饭是那个黄焖鸡米饭，因此我的爱情必然是不美的。爱情的美不是建构于就是到底今天人们享受的物质有多高。当他给了一个荒谬的答案，你就要学会又讲说，好，这样同学如果为了赢比赛要讲那么反常识的话，那我朋友没有办法。来，我们再继续往下吧，就是把这个东西就是。稍微就是用姿态来体现它很荒谬，这是一个比较，就是怎么说，这是其中一种做法，然后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怎么样去加强的荒谬的，明白了，大家懂我意思哈。懂了。一句话总结刚才说的那个拉平的问题，就是你会觉得，谢谢我的，谢谢。如果两方都论不出来一个问题。回到了酒店，然后现在其实才4点半左右，然后天外面就已经黑了。待会7点多的时候呢，我会去参加剑桥的那个风波丁的，就还要穿正装去参加的。然后今天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，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非常受益匪浅的。没什么累的，大家就比较难接受。这个时候你是需要花比较多的铺陈的。留学的真相，出国必看。